转学生手游，今天继续玩修改版啊，所以是要木头跟索伦。上次有获得一个新的项目，不是不是，应该是这个，对，应该是这个。上次看到秋巴对不对？小雨表情还有技能解锁方法，就是透过转身 死光了，这里还有来，我们先缺木头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哦，在上面。中居室，不是？哎，不对。嘿嘿，太想吃哎。在那跑走，求生者速度感觉变快了。监管者感觉速度变快。哈哈，我好强！哦，官方终于听到我们的意见了。不然每次当鬼都杀不死人，感觉是追不到。他会把自己毒死。我看一下，稍微瞄到。还挂机？为什么一直是我们当？有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哎，明明在这里啊。露出原形有怎么一直变会被吃的，哎，在，先被他看到了，
欸，Okay. See you. Now, Jinjo, that's a bit. Yeah, GG.